哎呀，照不到你，怎么可能照到你呢？因为你那天往旁边笑的时候，他们，不是，我勾在这边。今天坏坏是一，手速倒是很快。我发现我这个刘海还是没有长长，但是不重要了。认认抢了好几天的一，但是都没有抢到。晚上好呀，大家，我们今天早点下吧。我们今天播到12点，然后就下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我发现我好累，我今天是心累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觉得还行。不是，奇怪在哪里，你们知道吗？是这边跟这边不太一样，这边跟这边不太一样，它这个卷太假了，因为我现在的头发太少了，就太短了，要是再长一点的话就好一点。这个几撮毛呀，我真的是，哼，把它给弄远一点。Hello 呀，晚上好呀，我要给弄得远一点，我要喝点水。我是哪一首歌下来以后，我特别的那个，就是特别的渴。是哪一首？那个计划崩坏还是逆转未来？就是一直都是这个黄光，是因为这个。他弄不下去，就是因为剪毁了。他本来是要是在这儿的，然后他就一直剪，然后就是剪秃了、剪豁了，只能现在把它给放到两边去。好轻，为什么好轻？哪里轻？很轻吗？哪里轻？不是很轻啊。每一张照片都是这样，都是什么？是有头发吗？因为好像是有一点那个虚虚。今天我们就播到12点吧，怎么样？哦，现在好像马上就要到12点了耶，那真的播的不久耶。817画画好好看，哎，还有29分钟哎。没关系，就算是我露个脸了，就是惯例，传统的惯例就是，直个播，就算是我今天直播过了，就算是我今天直播过了，我露脸了，我今天就是那个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为什么？你每天都很开心，只要跟我作对，你每天都很开心。我下次不打算再给他卷了。Hello，小 A，我今天看到你了，我们对视了好几次。前面2天你不开心，为什么你不开心？你只要是跟我作对，你不都是很开心吗？我知道呀，我知道你是哪一个。我知道你是哪一个，你是那个带着那个，我知道小周是哪一个，小周就是那个嘛，就是我打你的那个，对吧？我是不是用拳头打你一下？是不是？哦，对啊，我就是很知道。然后，小 A 是戴着口罩的，对吧？戴着口罩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全世界都知道他是哪一个，他都是有自己应援会的人。不是。不是，不是，是，但是我知道你是哪一个，你站在稍微后面一点，对不对？就是你站在我的面对舞台，我的右手边，对吧？是我的右手边，什么流出了吗？
什么流出了吗？我没有看耶，我回来以后我就开了，然后我想的是今天开了就是为了不浪费我的妆，然后呢感觉就是也直播过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去看翻牌，你是在我的左右，你对你就是在我的右边，你就是在我的右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吧？对吧？我也觉得，我觉得，因为很远，你们要想一下，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我们是晚场的公演，但是我们下午2点钟就要出发了，就是因为这里太偏了。他跟谁都能聊。完了你，工业区是什么？我们住在。连工业区都不算，我们住在宝山郊区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什么是郊区吗？忘记了，真的忘记了。我都记得，他，我们就住得很偏，我们住得超级偏。今天其实他就很浪，你知道吗？他就很浪，他的心不仅分给了那个什么，他的心不仅分给了那个中心电费，我们现在还没有，还应该不用交吧？他的心就是不要听他在那讲，他的心就是分给了很多人，就每一片爱着不同的人，他就是很浪，对吧？我没有说错吧？我没有说错吧？我没有说错吧？然后我还记得，但是我看见小 A 给别人打 call 了，是不是小 A？我就觉得那个是你，因为我知道那个另我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是谁，然后我就注意看了一下，然后你给他打 call 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那个小周也是，小周呢？小周也是。小周呢，就是张老师，是不是？张老师给张老师的时候也很热情，对吧？小周，是不是现在在点你们名字，然后你们就是社死现场？但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哇塞！天呐，记性好好，我都惊呆了！这个世界好小！天呐，天呐，小 A 的记性也太好了！天呐，记性也太好了！我的妈耶！是吧，小 A，我看出来了，小 A 也很浪。晚上好呀，大家。那个，我们今天因为直播的时间不是很长，然后呢，就是大家自己聊聊天就好了，我也不谢礼物了，然后你们也不要送了，就是我们就单纯的聊聊天就行了。你不浪，你帮那个谁的时候可那个了，你喊那个张月明的时候，喊张老师的时候，你可用劲了，对吧，小周？是吧？我的妈呀，真的好害怕！小 A 的那个，天呐，你们俩也好浪啊！你们俩什么时候再见一面吧？这都能记得，哎，我现在真的相信了。我现在真的相信了，感觉就是圈子说大也大，说小好小，互相都认识的。哟，就一问你们就两个推，一问就都两个，然后到时候这一个那一个，坏坏他和谁都能组 CP，他就是特别那个，你知道吧？他都有。哇，一碗坏粥可以，这个名字好。我觉得他跟小 A 也能组一个，你们俩真的都太浪了，你们真的太浪了。你们那个，
那个，Hello 呀，晚上好呀。你还不浪吗？你们真的很浪。对，问就是两个人都是两个推，一问啊，我就两个推，我就两个推。阿姨，那你就叫你们的 CP 名就叫坏姨，你单推，我知道你单推啊，我当然知道你单推。哼 三个还有一个是谁呀？除了我知道的那一个，还有一个是谁？其实另外一个我好像也知道，是三个名字的吧？小 A 是吧？是 ABC 这样名字的。你的三个好像我都知道，啊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聊你们的推？好虐呀，是不是？你跟我讲你另外一个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就播到那个12点，就是因为今天我一直觉得吧，我今天化了妆，然后不直播就有点可惜了。但是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很悲伤的事情。三个字是那种 A B C 那种型的，不是 A B B 的那种，也不是两个字的，是 A B C 的那种。我跟你们讲一件很悲伤的事情，就是，不是，啊，是323这种吗？不是吧，是那个，是长头发，对吧？是长头发，然后跳舞也很有魅力，是吧？是这个吧？对呀，所以你叫完这个以后我就打你了，你没有看见，你没有看见。三二每次都好自恋哦，三二每次都送32个，他真的好自恋。哦，对，我还有这个事儿呢，我还有一个很悲伤的事情，就是怎么说呢？他每次都很自恋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，16一，你点我呢？要不我拿小号给你刷一点儿。就是很悲伤的事情，就是我这几天发现我吃饭都不积极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连吃饭都不积极了。就是我以前真的很能吃，不是感觉也不是天热了，就是饿了到点了，但是就是吃不下去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就是吃不下去东西。然后那天真的不是因为热的，你们相信我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因为热的，就是我那个我真的太就是现在有点吓人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怀了谁的，就是有点吓人，真的有点吓人，就是，酸的我不太喜欢吃酸的，就是真的有点吓人，就是我那天出去野餐，我就吃了一个鸡翅，然后我喝了2杯那个奶茶，一个是那个饮料，然后一杯是奶茶。我感觉你们好多人都要高考哎，然后我没有还，是吧？然后那天我就觉得真的很可怕，就是你们能想象到吗？我喝水耶，就是我这一天都在喝水，然后我不饿，然后饿了过了以后，然后我再吃东西，我再吃东西呢。就是完全吃不下，就是喝饱了，但这样真的很恐怖哎！我下面不想再这样下去了，我就是要发誓，我今天就在这里，我就起誓，我明天一定起来，我后天吧，我后天一定起来吃早饭。吃不下，我真的希望我多吃一点。我以前真的可能吃了，真的可能吃了，现在就是吃什么都吃不下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哎，不要！但是你们知道，吃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要是连吃都不能吃了，就是你们连吃都吃不了，那你们就，那就吃都吃不了，就太没有福气了，你们知道吗？
我一定能起来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是凡尔赛，真的不是凡尔赛。我这个人最讨厌凡尔赛，我这个，就是这个呀，就是这个事情啊。你们不觉得这是大事吗？吃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你们知道吗？吃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什么要晚安？因为为什么要后天？因为为什么要后天呢？就是因为我怕明天我食言了，后天呢可能大家都会忘记这个事情，那我起来吃呢，大家就一下想起来了，哇，他真的起床去吃了耶，那，你就很懂哎，坏坏，我对你就无语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还要说出来呢？对吧？最近就是吃不下，就是很吃不下。谁说的？你 call 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可那个了，因为牙疼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牙疼。为什么牙疼啊？那你那个吧，就是你过来，你来当偶像，然后我当你的粉丝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到时候肯定天天骂你。哎，真的真的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不好？坏坏，你来当偶像，然后我当你的那个，当你的粉丝，我就单推你，我就是你的铁血单推。然后呢，我就骂你，我天天教你做人，我就天天骂你。然后我就教你做人，不是骂我，对啊，他天天骂我，他天天骂我，他天天就是很让我那种窒息，就是教我就是做人，然后那种，然后还有什么那种不好的那种，哼，怎么你们俩怎么能认识呢？不是。我不，我一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三二应该跟阿乐是认识的吧？你怎么能变成坏坏的单推呢？这个世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阿乐为什么牙疼？你们怎么能聊上了？是不是每来一个人，然后你都会去加别人，然后你跟他聊起来，哦，你们聊上了，哦，我好像知道了。我好像知道了，肯定不是因为年纪大了。你就天天说人家坏话，你今天还怼阿乐，在路上的时候我都看到了，我都看到了。是，就是他怼你，我都看到了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什么那个？你就怼人家了，你说你反正就好像就说人家了，然后你还说不熟，哦，好像是阿乐说的，阿乐说阿乐一直在夸你，他说你是他们这群人当中最那个最活泼的，然后呢，然后好像就没有然后了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是吧？你就是他们这群人当中最活泼的。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很害羞，也没有很害羞的感觉。你错过太多了，不会马上你们要加，然后你们又认识了吧？但是今天真的让我感觉到好小啊，就是，怎么能这么小？这个圈子，这也太小了吧！真的，大家都互相认识，哎，真的世界太小了，真的太小了。你快点回忆一下，这说明小 A 对你有印象。什么？你们俩还竟然发私信了？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你们不要发私信，马上坏坏应援会里又多一个人，也可能没有认错，但是他只是单纯的不记得了，也有可能。
救命啊！马上都变成他后援会的了，然后还找你要过棒子，我的妈呀！然后那以后就没有人帮我了，每次我一说他，感觉你们就帮着他一起骂我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能这样呢？阿乐，阿乐，快！阿乐，真的吗？小 A，小 A，你还是我这一边的。你们俩，他对，还有白胡子，白胡子也不会的，白胡子也不会的。然后还有阿乐，还有小 A，我这边阵营也是非常厉害的。ABB，你的三个字推是 ABB，那 ABB 只有张冉冉呀，只有张冉冉是 ABB 呀，只有张冉冉是 ABB 呀，怎么是我的应援会，是我的应援会，你们马上都对吧？小周也不会是吧？我现在就是。我现在这边有5个人，应该能打过坏坏了吧？你这个时候就不要把真实的数据说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怎么能只有136个人呢？怎么能不加呢？椰汁膏，你怎么能不加？你以为你换一个 ID 我就不认识你了吗？什么越来越少了？有人退了吗？有人退了吗？有人退了吗？对呀，就是要多找一点人呀。就是要多找小 A，你怎么能不加呢？你把他，你就加了以后，你放在那里点一个消息免打扰。之前140多，现在退到136了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能这样？怎么能这样？对呀，我太卑微了，我就是非常卑微。Hello 呀，就是我很卑微。我真的太卑微了，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还有谁没有加的？快点去加了，那就进去聊天呀，对不对？那就进去聊天呀。白胡子肯定也加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们都加，快点，外面在下雪，有没有加？快点下雪，有没有加？快点神秘带，我才不要买僵尸粉呢，有买僵尸粉那个钱，有买，快点把答案发上去，人家看也有那个，人家就不加了。但是我也不用 QQ，我说实话，我不用 QQ，我可以背出来呀，我可以背出来呀，我可以背出来呀，对吧？加过了，怎么张诗源要找我连麦拒绝？因为今天我不打算播很久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你来跳换好呀，你来跳换，你要是不跳怎么办？你要是不跳怎么办？我当然能背出来了，我当然我看看一下，我当然能背出来，9698404969，6984049699，我当然能跳了，那不跳你华贵，反正怎么样我都是赚的呀，反正怎么样我都是赚的，好，行，那你就一定要跳，你要是不跳，以后就不能说我。不对呀、啊，那你万一跳了以后不就说我了吗？没有关系，不对呀、啊，那你要是能跳，你不就以后还是在说，所以说那你还是不要跳了。可以，15号让他在剧场门口跳，你要是跳的话，我就跟你一起跳。你要是跳的话，我就跟你；你要是不跳的话，你以后就不能说我。反正怎么样我都不亏耶，对，好像我怎么样都不亏。那你看，那他现在是不跳，那你看你现在说你不跳，那以后就不能怼我，你以后你就得夸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逢人必夸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要多夸一夸我。你每次都有一说一，你把这个有一说，你阴阳怪气我，我不会阴阳怪气你吗？你阴阳怪气我，我不会阴阳怪气你吗？
我也会阴阳怪气的，我也会，我也会。那个我阴阳怪气，我怎么阴阳怪气呢？怎么阴阳怪气我的那个呢？YYSY 是什么意思啊？YYSY 什么意思啊？谁来告诉我 YSY 什么意思？哦，有一说一是吗？哦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哦，一个意思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是一个意思。我倒是能打到他呢。然后还有之前那个什么永远的神啊，我一直都不明白永远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然后后面才知道。哼，不要给我嚣张。对，你到时候机长给我等到最后一个，你看我不暴打你，你机长你等到最后一个，我一定会打你，你等到你到最后一个，然后我在最后一个，然后你看我怎么打你。今天小 A 是不是问我怎么站在最后一个？今天小 A 问我为什么站在最后一个，是因为实在太热了，我跳完以后真的太热了。然后那个啊，真的吗？我认错了。真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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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认错了吗？我没有认错你，不是，我没有翻车，绝对没有，绝对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你问的吗？不是小 A，你绝对说过这话，你可能是你是不是你忘记了？你忘记了，坏坏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你，我就会把你，你们怎么都求打呢？不是啊，那个不是真的不是你吗？我觉得你就是这个纸。我现在如果要是有那个的话，有那个的话，我就写一个，我就写林佳怡。有没有笔？给我拿一支笔来，就是有文化，你们知道吧？你们知道笔要用支来说吗？对，就是算你问的，你是不是回去路上你一下不那不清醒了？你一下回去不清醒了？我不要写成怀了吧？什么？LJY 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不要搞这些缩写，对吧？当然是一支笔，这个就是看到没有，这个就是坏坏。然后我现在就把它撕掉，就是你惹我的下场，把它现在窝成一边放到这边来，这就是你的下场，对吧？都浪费纸呢，都浪费纸呢，这就是你惹我的下场。把我可没有，我可没有，我不敢撕他，我哪敢撕他？他马上他的应援会出警了。对啊，等一下还要把你扔到垃圾桶里面，然后把你扔到外面那个大垃圾桶里面，然后让阿姨扫走。他粉丝可多了，我可冲不过他，他粉丝都特别厉害。他粉丝真的都特别厉害，我现在看到这种数字都很害怕耶。真的吗？那你的粉丝可以帮我打他吗？那你的粉丝可以帮我打他吗？那你的粉丝可以帮，快点周周告诉我，你的粉丝可以帮我打他吗？或许我有这个荣幸吗？可以看到你们两家那个撕，你们在一起撕，坏坏，这样吧，哎，对，这样吧，什么？今天阿乐本来牙疼，他就不疼了，真的吗？哼，我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阿乐为什么牙疼？你们到现在没有告诉我，为什么牙疼？是蛀牙还是智齿？我想到一件事情，
就是好想看周周跟坏坏的那个粉丝团打架，好想看，好想看你们粉丝团打架，好想看，好想看你们粉丝打架。然后你们赢的那一方，你们赢的那一方呢，就是你们的粉丝再加到我的应援会里面。好想看你们打架，然后你们赢的那一方加到我的应援会里面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，哼，你们，对，就反正说什么都是我赢，然后你们输的那一方呢？你们输的那一方呢？就是你们要一人给我买10个粉丝，知道吧？你们输的那方一人要给我买10个粉丝。智齿，哎，我之前也是智齿发炎耶，就是好像也是夏天，那个时候是上火了，然后智齿发炎了，然后吃药就好了，就买那个治，就是治智齿的那个药，但是就吃完以后，就是吃完以后，等它好了以后，一定要把它给拔掉，因为它智齿是我对这个东西有经验，我拔过智齿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只拔了一颗，我有4颗，我只拔了一颗。智齿是它疼一次，它就一定会疼第二次。然后吃那个药，就是久而久之，它就有那个依赖性了，所以说必须要把它拔掉。但是我拔智齿一点都不疼，真的，我拔智齿一点都不疼。就当时我很紧张，而且还是一个女的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想，会不会女医生就是会不会女医生就是没有力气，因为不是要拿那个砖头，不是要拿那个什么东西凿，就是要那个，然后我还怀疑，就是还怀疑他会不会没有力气，但是后面拔的可好了，那个麻药劲儿，我可能就是对麻药特别那个，就是特别不敏感，然后我当时拔完以后呢，我当时拔完以后，我来算一下时间啊，大概有5个小时，我的半边脸都是麻的，就是没有知觉，真的不疼，真的一点都不疼，一点点一点点一丢丢丢丢都不疼，就是，但是我还要拔3颗智齿，还要拔3颗，就是智齿才能全部拔完，然后呢？然后智齿这个东西呢，等到留到以后再拔，就是现在先不拔它。为什么要开刀？对，现在就是不疼，我这3颗都不疼，不疼就不拔，就不想拔，就是觉得太受罪了。然后我的那颗智齿因为长得，祖生齿好像要那个耶，祖生齿要缝针。我下面要拔的也是祖生齿，对吧？祖生齿。哦，大家都出坑吧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出坑吧。那个等夏天结束了再过来。每年秋天呢，我的应援会里面总是会涌现不那么多的一批人。然后每年夏天呢，不那么多的一批人呢都走了。没拔，那你说明你们不发炎啊，有福气啊。但他们说智齿确实要拔。我最近我跟你们说，对吧？就是没有关系啊。我现在呢，就是怎么就听我的出坑呢？你们这时候该叛逆的时候不叛逆了，让你们叛逆，让你们不该叛逆的时候，你们一个个很会就是怼。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没有点自己的想法呢？你们怎么能顺水推舟的就出坑呢？哎，对，你们知道吗？说到我跟你们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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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真的很无语，你知道我真的很无语。你们听我讲，真的很无语，我真的是我有被无语到，就是因为马上要那天是听谁讲的啊？你们都想让我说，那我不说喽。那我不说了，就是我有被无语到。你们知道他们说那个今年新人不是要参加那个总选吗？就是很多很多个第一次，其实都是我们耶，就是我们是第一个，就是实施这种预备生的这种。
对，然后很多就很多第一次，然后说我们要总选，然后因为不是要录那个证件了嘛，然后呢，他们就问我，他说你要怎么说，然后当时我说怎么说，不是，你们这就很搞笑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，然后他们问我说，他说你打算怎么说，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，你们真的实惨，我就很生气，我说怎么说，能怎么说？说我要进圈吗？真是搞笑！我就真的，你们就是我不是那个的，我是反问，你们知道吗？那真的很搞笑，我们录什么呀？就是如果让我们拉票的话，我真的尴尬症都要犯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他也太过心酸，不是尴尬症都要犯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录什么？真的啊，录什么？录我要进圈吗？我真的无语。就是说这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就是讲讲吧，还是挺好玩的。不是，是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了。然后还有个什么什么那个来着？还有个什么？刚才我们除去讲这个之前讲的是什么事情？然后讲什么事情？你怎么还要给你的粉丝群突破200人？我这样吧，我去下一个那个 QQ，然后我去创一个号，然后呢，我去加你的1元群，我就在里面天天的骂你，怎么样？我就爆你的那种，就是那种假的那种黑料。我就什么？啊，我的宣言是吗？哦，对，我的宣言。你真的吗？你们见过是吗？我还在直播，可是为什么你们能退出去？你们还能确定呢？那说明你们没有看我的直播，你们相认过了，所以说现在你又多了一个粉丝来跟我炫耀是吗？你现在又多一个粉丝跟我炫耀是吗？后台播放什么？播放姐，有姐这首歌吗？啊，现在已经12:06了耶。已经12:06了耶，对呀，所以说小 A 你要加他的粉丝吗？小 A 你要是加他的粉丝，我就不理你了，小 A，你不可以变成他的粉丝。哦，可以后台播放我的直播是吗？哦，是这样子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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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是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问了。小 A 刚刚顺手关注了他的微博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他的粉丝又多了一个人呢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所以说你现在是确定是他的粉丝了，是吗？你们怎么能这样？你们都转推了是吗？你们都转推了是吗？可是他在我这里已经变成一坨纸了耶，可是坏坏在我这里已经变成一坨纸了耶，我感觉阿乐也快了，对呀，就是不能关注他，他少一个，让他少一个那个，你们知道吗？让他少一个那个什么，让他少一个那个什么，让他少一个关注，让他少一个关注。知道吧？快点，小 A 嘛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 A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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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先别那个了，你先别取关好吗？你先别取关，你先别取关，你先别取关，你们大家去加一下那个谁的那个，你们大家去关注一下那个坏坏的那个微博。你们大家去加一下那个坏坏的微博，你们去关注一下他，因为呢，就是因为我打不过就加入，就是我打不过就加入，我现在就是他的那个后援会的那个一员了，你们快去关注他一下，你们快去关注他一下，你们快点去关注他的微博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快点快点，你们快去关注他的微博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817就不要，817我们话就点到这里，下面的话就不能说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快点点进去他的微博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家加了吗？那个817和小 A，你们关注了吗？大家都快去，我就很聪明啊，大家快去关注他的微博，大家快去关注他的微博，大家快去关注，好。关注了，关注了，对不对？小 A 也关注了吧？你们大家都快去关注。32关注了吗？安乐关注了吗？我现在来看喽。哦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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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，就是，就是，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抱着打不过就加入的那种心态，你们知道吧？说错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呢很简单，我只是想让这坨纸，为什么这坨纸现在变得越来越小？我只想这坨纸它多加一点那个粉丝，知道吧？它多加一点粉丝。我为什么就是没有找到你们呢？但是我其实我也不太爱找别人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子，我不太爱找别人的。哦，你在跟我凡尔赛吗？你在跟我凡尔赛吗？你在跟我凡尔赛吗？那个，今天过去以后，大家就可以取关了。今天过去以后，大家都可以取关了。今天过后，大家都可以取关了，知道吧？大家都可以取关了。我不会找你们的，我有这么闲吗？我有这么无聊吗？我是那种喜欢看别人的人吗？我没有这么无聊，好不好？我没有这么无聊，我没有这么闲。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根本就不是，我没有那么无聊，我不是。谁手滑点赞谁？谁手滑点赞谁？你。我没有看过，家人们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，无语。我们下吧，好吗？我们下吧，我们下吧，我们下吧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要有事情做了，我要有事情做了，我有事情做，我有事情做，拜拜大家，拜拜大家，拜拜大家，今天没有浪费我的妆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我要下了，我要下了，我真的有事情做了，我现在有事情做了，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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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事情做了，拜拜拜拜。